首先呢、啊，我们先来画一条水平线80的长，好，执行 line L， 找个地方当起点，点一下呢，先拉出水平的方向，打上80，按 Enter， 再按 Enter， 好，然后呢，左边的这个端点，请各位用中心点半径的画法，左边的端点处点一下，拉出来，给它50 ，Enter， 继续哦，一样是中心点半径的画法，右边的端点点一下，拉出来，给它40。同学，一大一小的圆是不是交于一点呢、啊？哦，你只需要呢画线哦，用 line 哈、哦、，L。Enter 一下呢，从这个端点出发，拉到这个交叉点。同学，请问一下，这段是不是50？就是半径嘛。点一下以后再拉回来，同学，这段是不是40？没错吧？那个小圆的半径呢、啊？哦，这样子，所以这个三角形就起来了哈。OK， 这两个圆呐、啊，就可以把它删掉了。好了，接下来画弧的十种方法通通在这里，就在各位这个弧的这个指令按钮有一个往下的箭头点下去啊，十种方法通通在这里哈。来，我们用三点画弧，不管是左边开始选还是右边开始选，都要依照顺序哦哈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哦，你不要中间哦，中间开始选那出来的弧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来，我们从左侧开始点，第一点，第二点，第三点，得，第一题就画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所以把这三角形画起来啊，哦，就解决了。哦，弧呢，很快就可以把它完成。好了，我们到这边先休息5分钟。哦，一个小时到，刚刚忘记各位都休息哈，我们可以休息各位一下，休息5分钟以后回来，我们再把这几题依序的把它画完给各位看一下。好、哦。